玉米，我要看它长大。要不要一起看、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哎，可惜，哎、欸，它真的是慢慢长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可爱、欸，很可爱啊。这个、哦，干嘛、啊？我们要打你，自己跑来打我。来，杀掉他！杀掉他！来。哎呦，坏人耶！哎，不行，我把它重新种回来。哦，而且是不是谁在发呆啊？哎、欸，我在看人家看爆米花，你在那边打人。哦，我这样要重种哦哟，就重来吧。我在观察爆米花的成长。哎、欸，所以它会变爆米花吗？不知道，要不是啊，就是在长大过程中会喷爆米花，就这样而已。欸、我的被烧掉了，大伟。哎，他这边爆米花哭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烧、欸、掉也会哦、喔。然后就会爆爆米火的时候会变成喷爆米花，被火烧到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火烧到是你把我的树苗烧掉了，还我！我帮你种，我帮你种。哦。我的田在哪里？我忘记了。重新种一片吧。哦、我帮你种，我帮你种。耶！别了，别了，这两个是机器人吧？哦、可爱。哈？现在打我的是机器人还是谁啊？我啦。哦。他柱上面会插一把枪哎、欸。在笑、嗯。对、啊。他不一样的和不一样的枪在上面。嗯。剩要剩一分钟哦，大家该动了。啊，没有啦，继续看柱成长啊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它枯掉了。这个你说这个这个、啊？你看啊、哦，它长很久都会变黑黑的。对啊，它会黑掉。哦，哦哟。它会停止生长吗？还是会一直长大、啊？它会长到最大，然后就慢慢枯掉。啊，你枯掉，它最后就变一个小的那个苗，然后再重新再长大。哦。观察日记，血量八十七，血量八十七。哎呀，哎呦，团长心动喽！哇！噔噔噔！走喽！开干喽！开干喽！噔噔噔！走喽！走喽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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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干起来！干起来！干起来！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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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被他去打死了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啊！死了！我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可恶！啊！啊！离开你了吧！现在快快快！啊不！哇，来不及了！最后，我跑！好狠哦！好会捡！回来了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的他是算分数，他是算分数，他算分数的，他不是算当鬼，他是算分数。看你一千八，发现了，就是哈基跟哈基用红色斧头砍这十八个人。哦、oh. ，对，所以还有一个人一个人一百分。嗯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种田种的很开心。我决定来当一片可爱的玉米田。我要去找其他的田来种。我要找其他田来种哎、欸，太少了，就会有报复社会的。我要去偷菜，那个什么，我要去烧菜，偷菜喽。我要去找其他田来种。King Death March， 这什么、啊？那个啊，团队石头，团队石头。哎、欸，等、欸，我要去找其他的菜种啊。这个可以种吗？不行啊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这个好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要找其他菜，我要找这个我也要，我要这个，这个菜也不错啊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地精，种什么东西？那个火焰呐、啊。火焰能种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你拿个火焰喷地板就可以了，超酷的。你要直接烤焦、欸？真的，就你喷久一点，而且、欸、我看到了，喷、欸、一下就会有一颗吗？没、欸、事，这次和、就是啊、这场我们和平嘛，我们再玩嘛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是辣椒、欸，哎，那是豌豆啊，你那是豌豆吧？豌豆，对吧、啊？豌豆籽，哎、欸，谁、欸？这是要和平吗？和平啊，和平种，先种一下田嘛，种田时间。哇，现在是农，对，现在是农物资，农物资。我要种狙击枪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那个呢？哦，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机枪？机那个吗？呱呱，嘿，对吧？嗯，呱，干什么？我种的是我的田。
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偷菜偷菜偷菜，这可以偷，不然等下就烂掉了。对啊，它是一长到最大马上就烂掉。它会一段时间然后就烂掉。它到底是怎么做、啊？哎、欸，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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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打地板打地板。它为什么不打地板它会消失啊？你是它是几率，它不是每一下都会。偷菜。你干什么？打对自己队友不能打。啊！我想要找那个水果。哦，我一颗看不到那个水果哎、欸。哦，这里有火焰枪。奇怪、欸，那个水果呢？它这到底长到怎样算多最大、啊？这很难看出来。哎、欸，谁要偷菜？谁要偷菜啊？你已经掉了吗？已经偷菜，我不知道。而且是六个。我觉得你捡不完了，算了。你手上拿那个火焰的乱烧，烧到我。哪有什么事？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的火焰都烂掉了。狙击超难中呢、啊。然后我刚刚就中两个狙击，喵哈！团团破坏平衡不行，谁破坏平衡先的哈？团团偷攻击我，我想上去看看。哎、欸，我好不容易捡到那个水果的，你给我等一下，我的水果。没关系，它掉在地板上了。好，我要回去捡它。因为你偷我们的田，这不可以。啊，水果是我的田，我的田。哎，我的我的田怎么是这个啦？哦，这个偷菜啦！哎，他到底在哪里、啊？完了啦，狙击都烂掉了啦！偷菜，你们鸡鸡烂掉？什么东西？我靠，这太凶了吧！邪恶诅咒。那烧菜的鸡鸡也烂掉。那如果都没有鸡鸡的话，长鸡鸡出来，长鸡鸡出来，然后烂掉，鸡鸡出来，鸡鸡出来，然后烂掉，然后烂掉，然后烂掉，太好笑了吧？你这样子，你的影片尺度没问题吗？我们尺度不是最近都这样吗？有我在，最近大家越来越无法控制车速了。我的车子只有哎、欸欸那個，菜怎么清掉了？我怎么菜全部不见了？不，不见了！为什么是你们、欸？我们种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菜不见了，我的菜不见了。不是，他好像是不进，有好像堆太多吗？对，种太多菜了，你清掉是不是？我跟小雨这边的菜也没了。刚刚突然又有人在那边丢火啊，不知道谁啊？不知道谁在那边丢火啊？丢火的机器烂掉了。好笑啊！超气！我是真的有点气了。哇！他到最后真烂啊，生气熊猫了。这我是真的有点气、啊。这局要打吗？还是不要打？不然两分钟开始，倒数两分钟开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扣分？音乐，我知道什么时候会中下去啊。嗯。你在子弹的旁边，不是有一颗很像水滴的？哦。那个有亮的话才会中下去。哦哦，那所以像子弹，你的子弹是旁边啊，有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它有量才会中。哎、欸，那个火焰的要绝种了。有有，我在量产了，我在量产了，我在量产了。哎、欸，我已经绕了一圈，我找不到我刚刚那个水果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两分钟，应该同一个点吧？要开干了，要开干了。没有啊，它不见了。啊、要开干了，时间到了吗？打了吗？打了吗？打了吗？啊啊啊！开打开打开打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已经有分数啊？是怎么回事？一开始就有了。我前面被别人砍了好几次。我看到一个奔跑的猫咪，怎么可以乱打的？杰克打的，都是杰克打的。他把我的水果打走了。可是因为你烧了我们的农田，所以。但是你打了我三次，我才烧一次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烧啊！上面上面啊！上面为什么会有？为什么会有萝卜？为什么会有萝卜？对啊，你们怎么有萝卜？他那个垄断市场，为什么你垄断？哇哇！可是被偷走好多个，我拿到一个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把你们田全部踩光啊！我的田，小偷，小偷，烂鸡鸡，我把你们田踩光，烂鸡。采光，采光 ！No， 我的天，我迷路了！哦啊，还我走！哇，好爽啊！好爽！不行，我要去。
找不到对手。啊！烧了自己。那个火，那个火堵路啊！也是路障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有胡萝卜啊，你们上面也有很多萝卜，好不好？后面你看一下，哎，哎、欸，我吓我一跳，也没有人呢、啊，啊，打太远，他突然音乐冒出来的感觉好奇怪哦，对啊。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我后面，后面，来来来！哇、哦、嘞！厉害厉害！最后没杀到，最后输啦！天哪！我怎么杀六个啊？重点！我好累哦！真的好累哦！嗯，啊，哎呀，的辛苦。可以不要选最左边，水好难走。真的、哦，那水好痛苦。我们要继续玩这个，玩半小时吗？没啊，还要换什么？上半小时啊，还有没有备案之类的？备案。今天好像没准备备案呢、欸。知道，好累啊。我觉得你切过去 好,、哦、好像没办法玩多久哎、欸。就换个口味而已啊。又是这个，这个很累，站点很麻烦。啊，六分钟、七分钟的，还是我们可以出去全部调成鸡的，只想玩。玩鸡很累，鸡的更累，鸡更累吧？鸡你还要在那边，你要一直打，一直逃，然后对啊，累了，鸡更累啊。哎呀，阿鸡，哎，怎么了？掉了，死掉了，种菜喽。种菜了，在中间种菜啊！没枪了，没子弹了，没有种子种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有机器人？又有了啊！啊，又有一个啊！因为刚刚杰瑞有断掉了，刚刚杰瑞有断掉进来、嗯，所以就那个刚刚好。哦，红队又机器人。嗯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烂鸡鸡，哎呦，机器人，烂鸡鸡人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啊！那边好多玉米哦、喔，嗯，玉米长好慢哦、喔，嗯，慢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打，也可以踩，打马是不是可以踹人啊？有吗？打马踹人，记得，哎有哎、欸，他的影片可以踹人、欸哦、v 有踹人，有，下去，马会踹人，马会踹人，好、啊，有隐形的，有隐形的，马可以踹人，哦，我被马踹死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操！垃圾！哪里啊？哦，在这啊！我看到后面什么一堆人在霸凌马。哦，我被踹死了！对、欸，你也被踹死了。他踹太远了吗？我一直在打马，然后可是我走在侧面也会被踢啊。你为什么要打马、啊嗯？我想说还蛮好玩的。什么打马吗？打马？打马吗？你打的是罗马还是？对啊。哎，好爽！打马这样不行啊。你打马，别人怎么看影片啦、啊？就看那个马的地方啊，马的地方，你好好说话、啊。马的地方可以开车，不要骂脏话。这边的玉米好多、哦，玉米长大了、欸。玉米，玉米采收器，采哈技，采哈技，耶！丰收器，丰收器。捡玉米、啊，不要打我，采它，打你了。啊咻我突然好想种田哦！我的爆米花，我的爆米花什么东西、啊？你的爆米花怎么了？爆米花就是你如果手上拿那个枪，你烧起来，它会在那喷爆米花。好玩了、哦！来了！哇！嘟嘟嘟嘟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怎么啵啵啵啵？爆米花！在爆波波嘞，很可爱啊！爆米花，换地方了，好远哦！换地方了，不要再追了啦！这怎么那么多爆米花？哎呀，有哎，我有爆米花，我在爆米花，我在爆米花，爆米花速烧起来，我也变爆米花了！哇！哎呦！一来先中几波，然后被子弹了。
真的。明月吃到隐形啦，被吃走啦！被看到啊！为什么你现在看得到我啊？我、啊欸、看爆米花，然后又断啦。有时候会有红边，有时候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、啊、时间快到就红边了。可是我刚刚是刚吃的、欸。杰瑞，你是不是要断了？他断，他已经断了。他要断掉了。因为我刚刚又跟小雨在打假杰瑞。对啊，每次都在跟。